我要鸡蛋，我要鸡蛋，不要飞蛋，不要飞蛋。台湾国回去，台湾国回去，美国才是你家，美国才是你家。台湾以民主之名卖台，对不对？如果蔡英文不自我节制，谨言慎行下去，受灾难的是我们2300万的同胞，因为我们爱台湾，我们今天不能不来。我们要共和生活，我们要两岸统一，我们要两岸和平，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和平统一救台湾，和平统一救台湾，和平统一救台湾。我的家乡的海峡的这一边，从前的时候